称他为雨神。大家告诉我，雨神是谁？哦，来了很多萧敬腾的粉丝哦。没错，我相信大家等待这一刻已经非常久了，在欣赏了那么多精彩的演出之后，现在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位华语乐坛的天王级的巨星。今天他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演呢？挥舞你们的双手，有请萧敬腾给我们带来这首《兄弟》，我说有请。其实是要唱儿的话，却不说出口的说。抓住住他的温柔，抓住心疼痛。我回到心里，我只顾慢慢的跟他说。可你的人们居然来忘记伸手，从晚点我都继续走。有的不肯，不要白白不痛的快乐，缘分不稀罕。两人就走到这，重新选择，然后注定好幸福快乐。我漫不经心而走，一途就不落。是伤害，没有什么好说，唱自己的歌，两人都找了新歌，一起来唱兄弟，我说。再带一首新歌给大家，活在故事里。祝大家
许的那么精彩，只有一个我在记得时光，那就是天堂。只有我和你能到那个地方，那就是未来。心肠破碎，弯到一半的美，安慰你的秘密花园。